哎，大家好，今天呢是2019年2月13号，在 FB 上啊直播的一个时间啊、今天呢要跟各位呢哈、分享的、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啊叫做想做影片赚钱哈、第二个叫做八字的转移法，第三个呢叫做八字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论断法哈、那欢迎大家啊今天收看《容易乱乱说》。那在这几天呢、我总是啊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影片，但是呢，我有实际上呢，我有去看过，去看过这些影片的一些频道，其实啊，他们的内容绝大多数啊做的都不错，他们的内容其实大多数都不错，但是呢，我们只要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有很多哈、频道都已经断更很久很久了。哦、那为什么他的内容做得不错，但是呢为什么他断更很久？其实呢最主要的是、他们刚开始在做影片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初心、是要赚钱。他们的一个动力、是想说、我要赚钱再赚钱。所以呢我拍的一个影片、要很多人看。然后呢，从当中呢去获利。那可是呢，各位也知道啊，很多事情啊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很多事情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所以呢，当呢拍了一部影片，你放了到了 YouTube 啦、其他的那个网站上去的时候 ，FB 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怎么都没什么人看？哦，怎么没什么人看？那很正常的一件事。第一个，谁认识你啊？对不对？谁认识你啊？像钟荣毅哦，谁认识啊？没人认识啊，对不对？所以呢，刚开始是没有人认识你的一个情况下，所以你的影片很难被找到，很难会被找到。那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当然看到你的人很少。所以来讲的话，你只要是抱持的说我要赚钱，那你只要做个一两个月赚不到钱，你就没有兴致在做了。所以往往、这些命理的一个频道、我去看了以后，他们做的内容都不错，但是呢往往都断更很久了、往往都断更很久，原因就在这里。那各位呢，假如呢、看我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件事、老师天天都有影片，老师天天都有文章，那为什么呢？当然我也想赚钱、这是，但是呢，各位要知道说，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我想的不是钱，因为那时候我拍影片的一个发心是要给学生看的。因为学生跟我太短的时间了，5堂课而已哈。那有一些人啊，甚至是国外的那学生啊，可能2天而已，他只见过我2天。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啊，他能够学到的是我的技术，但是呢，我的一个经验呢，他学不到。哦，这也就是说啊，我的学生呢，他来讲，他在批命的经验他是弱的，他是偏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呦，我学生都有那种技术，但是他没有经验，该怎么办？这时候呢？那时候我才决定我拍影片、我决定拍影片、给我的学生去看，然后呢顺便我有新的东西我就会加到里面，就给学生去学，这样子让他们呢、除了说、学到我技术以外，他还能够怎样知道说哦、老师也有在进步、老师是有在进步的，所以他就会变成慢慢的他会变成是怎样我的一个习惯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重点就已经不再是会不会赚钱，而是呢我是要做怎样，它是我的一个兴趣所在，我要做给我学生看，然后呢我把我的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各位。所以我时常啊都会碰到齁、我还没去教这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刚开始就拿出了哇5、6本的笔记本，老师啊这些都你的东西齁、我都还没来教你，你就已经有抄笔记了、平常就在看，就在写笔记。
所以来讲哦，就是传达哦，变成是一个传达我的一个什么命理理想哦，我的一个命理的一个观念给各位。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在乎啊，有没有什么人看哦，我就不会在乎哎，几个人看无所谓啊。为什么？我是传达。那随着呢，这样不断不断的做，我每天固定。各位，你就会知道说，你只要有做过影片，你就会知道一件事。你做过影片啊，你会知道什么事？你要在固定的时间做出固定的东西出来。例如，我每天三部影片，有直播四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问各位，你假如呢没有固定的一个作业习惯？你如何准时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哦。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有那一个，我简单讲，你就算想要赚钱好了，你想赚钱，你刚开始是冲着钱去，但是呢，你的出片频率没有很稳定，一下子一天五部影片，一下子三天一部影片，一下一个礼拜一部影片，你这一种非常不规律的一种出片的一种情况下，那表示一件事，你本人的行为举止就很不固定，你的本人的行为举止很不固定。那你假如呢像我固定的话，各位你看了我假如很久的话，你会知道，哎呀，这个老师假如啊一天哦，假如有两早上有两部影片出来，他一定就是怎样出远门了。当你会这样子认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的一个行为，我的一个生活作息都是一个很规律的一种情况、哦、我的行为，我的这个生活都是一个很规律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规律的东西出来、哦、他还会有这样的。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于这个老师呢，他这样子能够严格要求的时候，这个老师的行为他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不会太差，因为他有自制的能力、哦、他有自制的能力。所以来讲的话，你假如呢没有这一种自制的能力，你的影片的频率一定是乱七八糟的，你拍影片的频率一定是乱七八糟。所以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就是说，好，你想要拍影片，你想要靠影片赚钱，但是呢你最好能做到一天就一部影片嘛，一天一部啊，日更啊。但是我会跟各位讲，这一个动作非常非常难。为什么？第一个，有的时候你讲到不知道要讲什么，你讲到你不知道要讲什么、啊、你面对的镜头是发呆的，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会的都已经全部讲完了，完蛋了。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坎，第一个坎。刚开始做大家都很轻松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懂的马上就拿出来讲嘛。可是你越讲，你懂的东西就不是越来越多呢，是你可以讲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因为你就懂这么一点点而已。所以你到最后会担心说，我到底要讲什么，这是第一个坎，你过得去吗？所以呢一天一部影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我可以这样长期这样下来，一天三部影片，哎，还给你灌直播，那就有四部影片，他就是已经突破这一个坎，门槛跨过去了。也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你已经过了第一关，这一关来讲过了以后，其实就会有所谓职业的动作。什么叫职业的动作？职业的动作就是啊，坐在荧幕前面你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哦、不用在那边整理好多东西，我要、哦、我还要有讲稿什么的、哦、不需要了、哦、可能只要一个点进来，那你就知道、哦、今天我可以跟各位讲什么、哦、今天我就可以跟各位讲什么。所以呢
当你呢跨过第一个坎，这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为什么很多啊命理的频道哈、哦、都几乎断更很久，原因就是在于他的这一个坎他过不去，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讲了，他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哦、他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所以呢当然自然而然就不要拍了、哦、不知道要讲什么也赚不到钱的时候，你整个兴趣就没有了，你整个兴趣就没有了。所以在学生来讲，为什么我会叫他们去做这件事，其实呢会不会赚到钱是其次，重点他要去做到能够准时规律的有影片出来，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种是一个自律，而不是啊今天心情好做五六步啊，心情不好五六天不做一步、哦、那这样子起伏太大。既然是职业的那你就要做到随时随地你都有办法上场、哦、既然你想要做职业的，你就要做到随时随地都有办法上场。假如你做不到这一个，那倒不如就不要拍影片了、哦、倒不如就不要拍了、哦、你倒不如啊去写写文章、哦、或者是啊直接下广告说啊你有多厉害，这样还比较强一点、哦、那假如是呢要走这一个路线的话，你就必须要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不断持续的走下去。那这样子等到呢刚开始都一定没有人看，可是呢他就很像在什么烧那个古代人在烧那种热开水一样，要不断的先添加柴火，再不断的添加柴火，然后让那个火到最后能够一次的烧起来。所以刚开始一定赚不到钱，而是呢你不断的要去堆积这一些柴，或许总有那么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火起来了，你就整个红起来了。可是呢在这之前呢你要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所以你影片的量就是在那个柴一直添加柴，等到那个爆发点出现、哦、等到那个爆发点出现。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虽然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很困难哦、各位你去做看看你就知道、哦、你做看看你就知道、哦、你还要我跟你说你还要怎样做你最喜欢的 哦那你连续每天都讲一步就好，看你可以讲多久，你一定要碰到这个瓶颈。那这个瓶颈你一旦跳跃过了，这个才是真正证明你真的喜欢它，你真的喜欢它，自然而然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所有的想法可以供你不断的一直在讲、哦、不断的讲，这个就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你要突破的是什么，因为前面不会有人知道你，所以你要不断的累积你的一个量，然后慢慢的去累积你自己的知名度，等到有一天这个那个关键的点一旦爆发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从中真正的得到利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两点还做不到，所以呢就放弃了、哦、往往第一点不知道讲什么点碰到了放弃，第二个我跨过去了，但是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可以大红的一个机会呢，我为什么都没有流量，因为第二个关键点还没到，第二个关键点还没到。所以呢往往大部分就死在这两个、哦、死在这两点上面、哦、那你不要说啊哇我有红过了，但是呢你红了起来以后，你要是不断你就这样子断掉而不持续的出影片，到最后也是慢慢的会退潮、哦、也会慢慢的退潮。所以说你要做影片想要来赚钱就只有一个字而已啦，叫坚持而已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其他的都没有效啦。不管你在用什么最新的网络行销方法，你坚持不下去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啊。所以我用的是最笨最笨的、
我用最笨的方法哦，在我这一卦里面，认识我的跟我做这一卦一样的，每一个我跟你说，我的资质并不是在里面最高的 我的资质水准不是最高的，但是呢，他们很佩服我一件事，他们很佩服我什么？CL 啊、你好哈，他们最佩服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啊，我可以每天持续不断的把该做的事都做出来，他们没有办法。可是呢，他们明明他们的资质呢，能力都比我强，那到最后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像我这种傻瓜，就像我这种傻瓜，超越过他们。是像我这种傻瓜超越过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跟学生讲的，你的老师不厉害，他真正厉害的不是他的学术，他真正厉害的是他的坚持。你能够跟你老师这样子跟着他的脚步走，你或许不可能跟我一样把我的东西全部抠过去，但是呢，你假如有我的三成四成的时候，你也会很高兴，因为你会觉得哇，你比以前过得太好了，所以呢，在做影片这一块来讲，我会说坚持，你把它持续的做下去。我也是从前年，你看这样慢慢不断的做，然后呢，我2018呢的忙碌的程度，我先跟各位讲是。2018是我第四，我前三年的出道加起来没有2018年一年的那么忙，所以2018年几乎啊，把我前三年全部加总起来全部打败。2018年，但是呢，我这么忙的一个情况下，我2018年我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不是我钱赚了多少，而是我2018年这么忙，但是呢，各位每天看得到我的文章，每天看得到我的影片，那个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没有一天漏钩的，甚至我在发烧生病的时候，影片都照样出去，这个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点，所以你们想要呢拍影片，你先想想，你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做下去，你对他有没有这么大的热忱，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不断的跟各位强调这一点，你只要没有的话，你可能第一个碰到的疑问，你的难题就来了，完了我要讲什么啊？没有了，好了，不讲了，人随时都可以帮自己找借口，我不行了。然后第二个呢，你跨越过了，你跨越过了这个门槛了以后，我可以讲了，奇怪，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人看呢？这个是什么啊？一定是这个平台对我有偏见啊，不行了，不要做了。这个就是第二个你们会碰到的，是因为柴火还不够多，还没旺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来讲的话，你能够红不红你不要去看那一个大红特红的那一种频道，绝大多数啊都是小频道而已啦，都小小的，都是小，也就是说啊，他都是这样努力的去做，因为要红的命所以我简单讲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啦，但是你可以靠着你自己不断的努力，也有小小的一个成就出现也会有小小的成就，所以呢。在做影片的时候，我只会跟学生讲，还有跟各位只要有兴趣做的人，请你坚持下去你不要只是看着钱，当你过了这个门槛以后，后面才会是真正会跟，就是说啊，你也不会再看着钱的啦，因为你也知道你这样持续做下去一定就会有钱赚，跟刚开始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会建议各位，我会建议各位，我没有最新的，
网络行销的方法，我是只有最笨最笨的，但是也是最好用的。因为你这样持续做下来，你可以跟我一样讲一年，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的命理绝对不会太差，因为你天天都在讲。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你可以讲一年，表示你对这个命理很有兴趣，那你可以坚持的下去。那后面呢，一旦让你一个机会点起来了，那恭喜你，那恭喜你，你很有可能就钱就追着你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啊，你想要做影片赚钱，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呢，要跟各位讲的呢，叫做八字的转移法。八字转移法这个是啊，我一直在强调的，各位一定要对八字的那个食神意义多方的了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去做，这一点一定各位要去做，不要把食神都定得很死。我记得啊，在前两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老板，他叫我过去。那他叫我过去呢，他的一个重点啊，除了我帮他看他家以外，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呢、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在新加坡，他的女儿在新加坡。那他的女儿在新加坡啊，说，突然说要结婚了。新加坡他要先登记，他说啊，他要先登记，然后半年后他们才可以结婚。那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家长只看过男方两次而已。那这时候啊，他们就很担心，到底啊，女儿她的选的人到底行不行啊？而且啊，这个人啊，好像不务正业咧，他就这样子觉得啊，因为毕竟只看过两次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就找我去。然后呢，就看了一下，他就说：“老师啊，这个我女儿的八字，你帮我看一下。”好，我就说看了一下以后啊，我就说：“你女儿啊，差不多在当月哈、当年的十月、她会日主授课。”那在这种情况下，日主一授课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哦。对女生来讲，工作啦，或者是婚姻啦，这两大问题。那因为他是在国外，国外他又没有亲人，他一定会打电话回来。那时候我就下这个判断。那这时候呢，你们再来处理。我知道你们两个可能对女儿她的这个选择很不满，但是你不要现在就一味的去阻止她，说你这个啊男的不行啊怎样，你这时候会直接把他踢进去。这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啊，就跟你赌气，然后说我选的不好，然后说我的男朋友不好，他就结婚给你看。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一直去打压你女儿，否则你很有可能会把你女儿推进去。那这时候你们静待就好。那因为是日主授课，日主授课来讲的话，这时候要去处理的，不是爸爸，是妈妈去处理。妈妈去处理。那这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这时候你要怎么做？也就是说啊，当时候他只要一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你什么都先不要说讲，然后呢去处理，然后跟你女儿讲一件事，感情的事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工作稳定下来。感情事哦，不要这么早就做决定。先把工作稳定下来。各位，这一句话包含了两重含义。第一个是你所看到的表面，
第一个是你所看到的表面意义，感情是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工作稳定下来。结果当年的十月，这个老板真的打电话给我，哎，老师啊，真的跟你所讲的一样，女儿打电话回来了。结果啊，他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啊，这个男生长期不工作，所以他去养他。结果呢，女儿支撑不住了，他已经在新加坡欠了十几万的新币。各位，新加坡币哦，不是新台币，新加坡币是1:20，哦，1:20。那各位啊，哦，那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所以当他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妈妈赶快过去处理。好，妈妈赶快过去处理。那在处理这一件事情以后，哦，他们就是照着我所讲的跟女儿讲这一件事。然后他有问我，哎，老师啊，女儿是要在国外发展好还是回来？那我就说啊，他官他在地支嘛，就叫他回来好了啦，国外没有什么好发展的。哦，那后面呢，哦，因为女儿回来了，哦，女儿回来了，啊，就在国内呢，他认识了，哦，他现在的老公，啊，生了一个女儿，哦，这个是一个后续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当时候呢，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啊，第一个，日主授课，哦，日主授课一定会碰到困难。哎，奇怪哦，怎么突然断掉了哈？啊，这就是我不太喜欢用 FB 的原因哈，那时常很容易就这样突然断掉，哦，时常很容易突然断掉。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当时候我会这样建议？哦，当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就是说啊，感情，因为十月日主授课，然后呢，一旦人碰到日主授课会低潮。那低潮的时候，假如说这个人假如是在台湾，那我不敢讲，哦，我真的不敢讲。那假如是在国外，那我绝对敢讲说他一定要打电话回来，因为他第一个一定会找什么父母亲啊，哦，一定是找父母亲。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哦，我就很敢肯定跟他这样讲。然后呢，为什么我要跟他讲这一件事？感情是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工作稳定下来。表面上呢，哦，表面上虽然呢讲的啊是一样，可是呢，各位，感情是工作其实都叫官，哦，这两个都叫官，哦，所以，哦，陈宽如你好哦。这两个都叫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哦，我就会怎样做一个移转，因为他现在呢是在感情的部分受创，那我会把它移转到同样的这一块，所以呢，他这个就叫做八字的一个移转法，哦，那你可以呢说啊，它是一个注意力的转移法也好，但是你要转移同样的意义，了不了解？食神的意义你就要知道的很多，哦，食神的意义你不能够只有一样，你要把两样不同的东西结在一起。例如有的人啊，你男生的财等于婚姻嘛，
你可以把它跟钱结在一起嘛。那婚姻的部分哦，你就自己好好，我跟你说不用那么急，先把钱赚到了，钱赚到了再说。其实呢，它就是一种连结法，它就是一种连结的方式。哦，各位要了解，哦，还是一种连结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要去多多的了解食神的意义，哦，不要就只有单一面。你只要用单一面的时候啊，我说哦，我会觉得就是说啊，你就没办法这样做一个人的一个转移，这样子你的一个帮人家解决方式的方法会少很多，哦，会少很多。所以这一个啊，是我会跟各位讲，尽量你能够这样做，哦，也就是说啊，同样的食神，它有不同的代表事物，你把 A 转成 B，把不好的那一块，把它转到还没发生的那一块，但是它都是同样的食神，这个就是一个转移吧。感情事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嘛，先把工作稳定下来嘛。就是啊，官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嘛，先把官稳定下来嘛。以八字的解释就是这样，都是叫官啊。好，以八字的解释都叫官。哦，李立国你好啊、哦。所以呢，这是白话，但是只要我们用八字的语言，就是官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官稳下来。好、哦，所以呢，你们就可以这样讲哈、哦，财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财稳下来。那财你要带什么进去？啊、哦，这一句话你不会用的时候啊，你就对不对？把它背起来嘛，这个很好用啊，这句话很好用哈、哦。这句话你在对到任何人的时候都很好用啊，但是呢，你对食神的意义就要怎样多方的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哦，食神的生活化很重要，因为你只要真的碰到的时候，这个人正处于这一个食神的不好，你要怎么把它换到另外一边去？它会有相同的作用，而且可以转移掉。哦，它可以转移掉，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生把八字食神把它内化为生活内化，重点就是在这一边，不然的话，你时常会碰到一个完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会算，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一点就是往往学生会比较弱的，哦，他学生会比较弱，所以常会跟各位讲。哦，常会跟各位讲，就是说啊，一个命理师啊，重点啊，不是在他懂多少，了不了解，不是在于你的东西有多专业，你有多深奥，而是呢，这一些东西你能不能够运用的自如，运用自如，然后互相可以转换。那假如可以的话，其实你就算是你的学历再怎么啊不深。你一样可以帮到很多人，因为你玩得很熟，所以在八字里面来讲，要熟的东西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五行生克啦，这跑不掉的啦。那五行派你还不懂五行生克，不是叫那个吗？啊，砸自己饭碗吗？那第二个呢，就是啊，食神，食神的意义，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多样化，而不是啊？就只有一件事啊，官运啊，官运就工作啊，感情啊，永远都这样子而已。哦，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你的一个八字的一个范围论，还有应用的范围，会缩很窄，会缩得很窄很窄。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对你来讲，能够发挥的空间有限。能够发挥的空间有限，所以在这一边来讲的话，哦，转化法就是啊，你对食神意义的一种了解，哦，你对食神意义的一种了解，啊，例如啊，假设我们不要用官嘛，你这时候啊，你要怎么讲，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把两个财放进来，财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财稳定下来。你要怎么建议人家？
财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财稳定下来。这时候你是要怎么去跟人家讲？嗯，还是就傻眼的啊？财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财稳定下来。完了，不会讲，对不对？你要看他嘛，你要看他的一个状况嘛。他只要是男生感情出问题，当然感情不要这么早下决定嘛，先把你的钱财赚到手再说嘛。那等到他钱财做，他的钱财出问题了，怎么办？就转掉嘛，对不对？财，对不对？哎呦，那个你现在不要这么冲动嘛，先把你的家里关系搞好，财嘛就代表爸爸嘛，跟爸爸处理好，或者是说、啊、跟你的老婆先处理好嘛，这边先把它稳定下来。哦，人家讲的啊，钱不是钱乃身外之物啊，感情那个这一些啊，亲情什么才是重点啊，不然到最后你都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为了钱财什么都没有，你这样子是不是就怎样转移掉了？其实你在讲同样的一个东西，可是你把它转移掉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哦、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实际在讲的时候是很生活化的、哦、它是在很生活化、哦、例如啊，食伤两个食伤，那这时候呢，你要怎么讲？假设这是个女孩子，哎呀，没办法生育，怎么办？嗯，食伤不要这么早做决定，先把食伤稳定下来。这时候啊，我们就要去思考食伤，他的问题在小孩。那食伤可以代表什么？玩乐嘛，放松嘛，对不对？这一件事先不用那么，反正也没有的啦，先放松了啦，啊、哦，你就先去放松，啊、哦，跟朋友去玩了啦，哦，孩子的事，啊、哦，就是不要再在意孩子的事，啊，小孩的事不要这么早生，啊，连生都生不出来，什么小孩的事，对不对？先把心情放松，或许后面就有机会啦，对不对？哦，有够笨的嘞！妈，我写什么你就给我照念什么，哎，那妈的，笨蛋一个，要转要转，对不对？他就生不出来，他就在物质的这件事先放到一旁去啦，先跟朋友出去玩一玩啦。哦，连安慰人家的话都不会讲，真是的。哦，这些啊，就是一种转化的方式，它是一种转化的方式。那各位呢，可以去学着，哦，也就是说啊，虽然表面上是这样子讲，可是实际上都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转化的一个方式，它是在八字里面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法，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法，嗯，在此啊，供各位参考了，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要跟各位讲的叫位置的一个问题，什么叫位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啊都会有这一些的一个状况，就说啊，我要怎么论？那今天啊，我学生就问我，哎呀，这是日主，这是大运，这三种状况，一、二、三，都是有戊癸合，
这三种状况都是有物回合的一个状态。好，真奇号晚安哈，负天晴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啊。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一个，来，这三种状况，这三种状况都是戊癸合。那这三种状况，各位来猜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都叫戊癸合。日主都是壬水，那各位看到这一边，你认为呢？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假设是女命，女命。戊癸合，他的桃花，假设呢都叫外遇，有什么不一样呢？完了完了完了，动动脑，一二三。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三种假设它都叫外遇，有什么不一样？在这边啊，给各位哈30秒考虑考虑哈，赶快回答抢问呢。一是隐性的外遇，我还有分隐性的外遇，就是外遇嘞，那还有隐性的外遇嘞。那二嘞？三嘞，我大大方方的外遇啊，你看吧，每次讲到这一个哦，你看，就不一样了啊、哦。各位啊，假设这三种都叫外遇，合掉了没了，没了。就老公不见了啊！为什么都只会一嘞啊二三嘞？不知道啊，各位，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本命的这一块啊，叫做既有的现象，你认识的这个呢，大运流年叫外来。各位。要先了解这一点，这边是既有的现象，这个是外来的一种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第一个现象，戊癸一合，那戊癸一合的一个情况，它表示的是什么？我们都讲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单纯只论什么？我们单纯就是论它外遇，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单纯论外遇的一种情况下，这一种就是说啊，它本来就会有的状况，而且呢，都是他认识的，也就是说，我的老公跟我认识的朋友，我的老公跟我认识的朋友会外遇。都是我认识，而且呢，我本职容易碰到，因为它是我本命里面的现象，这是第一个。那假如是这一种的呢？这个老公，
它是由大运流年出现的，它是外来的。也就是说呢，我在这一段时期认识的男人，因为这是这一段时期他才出现的，会被怎样？我认识的朋友抢走，这不一样哦。那我老公啊，我的老公，我不管谁当我老公，容易被抢。那这个不是，他这个是在这个十年大运里面出现的这个男子，他容易被我四周的朋友，被我四周的朋友拐跑。什么外面跑来的？什么叫外面跑来？老公是外面跑来的、啊？不是，是这时候出现的桃花，容易被我本命的癸水拉走。就是这时候我认识的男人，容易被我四周我的朋友抢走。哦，不一样哈，这边你自己要注意一点，这边是不一样。那第三种呢？他是怎么论断？本命是既有的，我的男人会被这时候出现的女人抢走。哦，这三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哦，他们看起来全部都是一样，都消失嘛，都叫消失嘛。但是呢，他们其实呢，在解释的一个程度上是不一样。哦，内本命的这一块是我本来的特质，外面这一个是外来的一种现象。哦，要用这样子去分析。那这样子来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其实这三种虽然呢在五行派里面全部都是一样，都是叫消失，可是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哦，它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考考各位，结果考考各位呢，都被考熟了。全部被考熟。没有。所以啊，你们要从什么？本命这一边就是我既有的本质。我既有的本质。外来的大运流年它是外加的。它是外部进来的所造成的一种现象，那我的本质，我本质就容易怎样被劈腿？哎，这一边哦，我这时候我有桃花啊，我有桃花，但是容易被人家抢走。那这时候呢，我本来就有桃花，哎，这时候容易被小三抢走，我不一样哦。这个是老公在这时候出现的老公被朋友抢走，我的老公被这时候出现的女人抢走，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内外位置的一个问题，内外位置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第一种的叫做位置现象、所以说本命叫既有，大运流年叫外来。那第二种的情况呢，好，请问呢，这样甲几合，它要合哪一个？一二三，它要合哪一个？或者它要克庚金克甲木？一二三，克哪一个？哎呀呀，哎呀呀，头又痛了，头又痛了，怎么那么多甲木啊？到底要杀哪一个？要杀哪一个？啊，大家赶快啊，决定你要杀哪一个啊！都可以，
乱杀一通。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哦，第一个出答案的已经被打枪了哦，乱杀。再来嘞，再来嘞。完了，头痛了，不知道要选哪一个，怎么每个都一模一样，都是甲木啊，啊，我要杀哪一个？各位，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哦，这是比较简单的啦。各位，有同样的字啊，哦，例如啊，假如说我们解析一个，就像这样，啊，这个用个乙木好了，啊，这样它克嘛，你到底要合哪一个？哦，这就很明显了，全杀没那个力量啊，啊，你以为七波 play 哦，啊，三杀。没那么厉害啦，全杀，嗯，那只能够杀一个啊，对不对？各位，这时候的位置哦很重要，年月日时，当然日子不用看啦，哦，日子不用看，年月日时由外面先干掉，所以他先合这一边，那这个把它干掉，由乙庚合啦，我就不要用。这样克，所以由外去克内，哦，那随便杀乱杀一通啊，假设他是有这样在排的，从外面一步一步一步的杀到里面，哦，了不了解？所以呢，合一定先合外面，克一定先克外面，啊，这一个。各位要了解，哦，这个各位要了解，哦，不然呢，啊？当然你随便杀 ，OK，哦，你随便杀是 OK 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影响五行生克，但是有的时候你随便杀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所谓的合的现象。例如啊，假设呢你这样子，嗯，好。甲乙，要地支哦，这要地支才会，天干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叫做乙木，哎，好，正正常了。子水巳火丑土，那他进来再克一个。好，假如是这样子，那戌土进来，哦，戌土一进来的时候，那这种的状况比较没有问题哦，哦，他把它克掉，哦，他把它克掉，那他们还是一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你假如呢，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他一克的时候，他反而呢，子子。我看一下啊，好像这个，这时候怎么办？完蛋了！这个到底是合这个还是合这个？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这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先从最外面进来，所以先把它合掉，了不了解？所以说是克这一个，哦，记得
所有的事物全部都是由年月日时先从年开始作用啊，所以说子丑合它合前面那一边，后面这一边空下来，这是一个规则哈。这个规则你要去了解哦，你不要往后，有的时候会完完全全会，因为五行排列，这时候我突然想不出来，有的时候因为会不一样的位置，导致五行生克会不一样。所以呢，你记得一定要从外克到内。他本命有合，也是先从外面，外面都是最快的，哦、因为啊，年它就像城堡的那个最外的城墙，哦，敌人攻它一定都先从最外面，所以它的作用一定是最快，哦，年月日时时是很后面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越外面的，所以呢，不管有合有克，都是先从外面一路进来，哦，这一点各位要记得哈，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大的疑问哈，因为这时候暂时我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案例可以用，哦，这所以呢，哦，它这一种状况的时候，当然你随便合，绝大多数都会一样，绝大多数都会一样，哦，绝大多数，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不一样的现象，那时候你就不知道是要 A 还是 B 了，哦，这时候你就不知道 A 还是 B， 所以它的一个规则就是外往内，这样越快的都是在外面先动作，然后呢就是黏的动作一定是快啦，所以它先合，剩下的在后面，哦，剩下的在后面，哦，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各位就了解它克也是先克外面。啊，先克外面，合先合外面，哦，不会先合里面，哦，各位要了解到这个规则，哦，要了解到这个规则。好，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哦，明天我就没办法做直播了，哦，因为明天我整天都在外面了，啊，那今天呢是还有半天的时间，哦，所以呢，哦，跟各位做个直播，那很抱歉，哦，今天网路，哦，稍微有断掉，中间，哦，断掉一次，哦，啊。跟各位抱歉啊，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拜拜。